大家好，我是不等号歌手，这是我用新名字和大家见面的第一天。我是摄氏度歌手，今天是我用新名字跟观众见面的第一天。我是分号歌手，这是我用新名字和大家见面的第八天。这是我用新名字和大家见面的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第二十一天。第二十一天。害怕自己达不到大家期待的样子，会紧张，每一次舞台都很紧张。我的舞台经验很少，所以我很担心四肢僵硬的我在舞台上会手足无措，感觉又期待又害怕。我愿意把这个接名的这个资格给更年轻的我，其实我挺想他最先一点，因为他熬了其实挺多年的。是更大的考验，也是一个动力，可以让我特别踏实特别安心的在舞台上。我们之间就像磁铁的两极，互相吸引，互相需要。我时刻都在准备着，希望大家的等待是值得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希望通过这次舞台你们能够记住我。藏什么呢？什么东西好香啊！我的鸡翅藏不住了。哦，尝一个吧。这是我们海天蚝油做的海天蚝油鸡翅，你只要加一点就够了，肉味香浓，好鲜好鲜，对吧，豪哥？谁是宝藏歌手合作伙伴？豆本豆植物酸奶，宝藏酸奶豆本豆，好喝也要零负担。谁是宝藏歌手肌肤修护官富尔佳？宝藏富尔佳，重启肌肤再出发。海天蚝油，谁是宝藏歌手？待会儿见。海天蚝油，谁是宝藏歌手？现在继续，这里是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海天蚝油独家冠名的《谁是宝藏歌手》。谁是宝藏歌手合作伙伴？豆本豆植物酸奶，宝藏酸奶豆本豆，好喝也要零负担。谁是宝藏歌手肌肤修护官富尔佳？宝藏富尔佳，重启肌肤再出发。关注海天微信公众号，参与《谁是宝藏歌手》宝藏抢先计划。为歌手提前加油，争取舞台抢先福利。刚才在所有的表演结束之后呢，我们每一位宝藏歌手都填了一个自己最想合作的歌手。先为大家揭晓歌手究竟跟谁配对成功了呢？排在第一位匹配成功的是暗的号歌手。匹配成功的是，有谁选择了安德豪？熟悉的声音。安德豪歌手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自由，就他的奇思妙想其实和我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跟他合作的话，会让我的音乐充满了更多的可能性。暗的号歌手匹配成功的是，我们要恭喜摄氏度匹配成功。摄氏度老师他的整个叙事能力是我非常要值得学习的地方。暗的号歌手和摄氏度匹配成功。第二对匹配的是问号歌手，跟问号歌手匹配成功的歌手是句号歌手。顿号歌手匹配成功的是锤子号歌手。横号歌手匹配成功的是不等号歌手。逗号歌手
第一个选择初号歌手，因为看了他的两期的表演，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希望有机会可以合作。逗号歌手匹配成功的是初号歌手。我最想合作的歌手是逗号，那希望他们能跟我有一些心有灵犀。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天好友谁是宝藏歌手的揭名舞台，我是你们的宝藏推荐官海天豪哥，现在需要一点掌声。相信大家今晚已经准备好和我一起去发现各种各样好听的宝藏声音了。其实我们的海天豪友也有各种不同的宝藏吃法，不论是炒菜、腌肉、拌馅、烧烤、捞面、蘸火锅，样样都行。看看今天在舞台上的歌手会不会使出令我们出乎意料的大招来一招定先呢？今天跟豪哥一起去享受音乐吧。欢迎来到谁是宝藏歌手。欢迎大家来到揭名舞台，根据各位的互相选择产生了今天的13组合唱搭档。对，揭名舞台顾名思义就是要揭晓姓名，我们6位推荐人会在每一组演唱后商议出是否有歌手可以揭晓自己的姓名。期待各位大声说出自己的名字，加油！紧张吗？不紧张。那你让我轻松轻松。你还好吗？Are you OK? Ending 的时候，就还是一直互相看着吧。嗯，今天我们对走过的时候，这个部分还是要控制一些。嗯，有请第一组合唱组合，开始了。小鱼号和斜杠。斜杠。哎呦喂，这俩就是，咱们都熟。对，就是倍儿熟的两个人，都熟熟人了。然后观众朋友们也都应该挺熟他们俩的啊。对，都挺熟的。对，我们就快请歌手出场吧。加油加油！哇，还有蚊帐啊！哇，好厉害啊！走。天上的喜鹊叫喳喳，地上的新人要成家。一出场发现大家都认识啊，但是还是得做个自我介绍。对，嗨，大家好，我是分隔号歌手。大家好，我是分隔号歌手旁边的小鱼号歌手。好意外啊，为什么你们两个会在一起合作？这我先说一下吧，因为上一次刚才也提到了，我这个有一点失误，然后没有人选我，最后是被小鱼号老师给救回来的。哦，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哦，你说你上次说你女朋友在那里拉小提琴，那你现在在干嘛？我报备过了。哦，那好，啊，你都提前报备的，还视频也报备的，要报备一下。好巧，我也是。哇，你看看。哇，那你今天为什么穿这个蚊帐？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歌写的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对对对，所以这个为什么要带这个蚊帐呢？听完歌可能就有答案了。对，都在歌里呢哈。作为两个需要报备的人，如果一会儿表演的时候让我们都非常幸福的觉得你们已经产生了某种化学反应，那是最成功的。好，很期待啊，很期待。那就请你们开始演唱。努力。这是我们一起创作的一个原创歌曲，歌曲讲述的就是爱情从遇见到再见的一个过程。
这次我用了一段式的作曲方式，就是想把这首歌的结局留给每一个遇见这首歌的人。最后还有一个催泪弹，真的吗？特别好，太好听了。对，太好听了。这首是你们一起的创作，对吧？分葛浩老师的曲，然后我的词。他的词，很勇敢。这首歌没有副歌，对不对？很棒，只有这 goodbye 是最后的。goodbye。刚刚看到他们两个对视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都在想着自己的另一半，然后唱了这个，唱了这个。我在台下有跟他就是提前道过歉，我说我那个唱到最动情处的时候，我是需要换一下脸的。对。然后他说他也是，我就心安了。对。二位如果说只能选一个，那你们觉得是？哎，我来说吧，你缓一下。等会儿。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今天给我自己的任务就是一定要完成好这首我们的原创作品的同时，一定要把它推荐给大家。它真的是那个被忽略了太久的音乐宝藏，又会唱又会写又会编，我不希望它再藏在幕后了。我觉得它
非常需要用自己的名字说一声你好，我是歌手。我觉得他在唱歌这件事上是认真的，不是说过来玩票的，所以我很期待大家认识他，认可他。所以两位歌手请稍等一下，我们讨论一下。嗯，差不多。我是两个，一半一半，就是都不接。啊，不接。其实这一场如果非选一个，我会选男生。哎，对，因为两次都是他自个儿写的，不管歌我认同不认同，但是他一直很坚持唱自个儿的新歌。对 的, 对的，我觉得他可以带着自己的名字帮助其他的无名歌手。我觉得他说服他不要主不要副歌这个事情挺厉害的。对，这个真的是个怒气。嗯，这俩都是比较招人喜欢的，比较观众缘好的，有点挣扎。你们猜谁？哇，我可猜不出来这东西，我们就听听吧。我猜是小鱼号。你说的是谁？你说的是小鱼啊。我说的分割号。分割号啊。哦，那你们俩还真有的组合。来吧。好，来。哎，好。我真的很难判断。我们六位商量了很久，因为这场大家都表现得很棒，所以换个人来说吧。我们想请分隔号歌手，分隔号歌手说出你的名字。加油！加油！小鱼号，你是最棒的，好好写歌。下次见。分隔号歌手，请大声说出你的名字。大家好，我是歌手路虎。哎，虎啊，我特想跟你讨论一件事儿，你认为什么是好的歌？就你真的觉得这首歌简直太好了？就是那种特别有自己棱角、自己性格的歌曲，我觉得那都是好歌，因为平时我爱听这些歌。因为我能说实话，我一定要最后说一句话，因为你写歌太肉了。你来这个节目想不想突破一下？您本来就这样，还是说你被这么多年常年接活被这活给套住了？其实我觉得多少都有吧，我性格里面就是绵绵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就有一种害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当老师。因为我听过你之前说过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让你满意的。那我就让这个世界满意呗。我就不是，就是我想的是，总要有一种音乐人存在。我做不到你这样，这一点我真的让你学习。但是音乐只属于你自己，因为别人才会觉得这个音乐有魅力。有点替你着急，我不知道。我现在特别想隔空抱一下大老师，就是因为他说出了好多就是别人想鼓励我但又怕伤害到我的话。因为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但我感知到的是鼓励。对，我真的是替你。我能懂。你明白吗？ 我希望你。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一直唱歌并且一直不红，你从唱歌本身能得到愉悦吗？我能啊。那有什么关系呢？罗老师，你知道我的愉悦来自于哪吗？我想现场测试一下。这是什么？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这是我的愉悦。
我也想做这样的人，然后我也一直在摸索，但是一直没有舞台，没有机会。也当我的年纪到了这样，当我也写了一些歌，青春也没有我了，创造也创造不出来了，那到哪儿去找舞台呢？就我2007年被大家当作歌手发现，到现在已经14年的时间了，平时唱歌的机会比较少，我就怕有一天连写歌的机会都没有了，那我就是真的离开音乐了。青春跟音乐，只要你爱他，永远他不会离开你。谢谢您。他这份坚持就是最感动，客户会喜欢他。对，但是他是做音乐的，你明白吗？他不是只是个唱歌的人。理解，理解了。好的，那让我们看一看下一组歌手的符号。哇，无限号歌手和舒明浩，这两位歌手都很年轻哎。哦，那个特别可爱那个小姑娘来了，是不是？对，那我们就有请两位歌手。加油！加油！来喽！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舒明浩歌手。大家好，推荐人老师们好，我是吴强浩歌手。你们两个找到彼此也是天造地设的，对不对？说实话，我们是剩下来自动凑的。喜欢，我就说这姑娘非常之可爱。但他们站在一起还蛮和谐的，干净清爽，然后羞涩。请开始你们的演唱。第一次合作就要在短时间内消化这样有点难度的和声，对我们来说都是挑战。愿意合上眼才能美梦无边，别让回忆误了从前，也许碎片才能让回忆展颜，何妨此花拼凑明天。谁带我寻获幸福的魔，却自己迷中混错，谁为我留下缱绻的天涯，心无事想，思念如烟，它飞不舍间，若是真爱悲伤几分苦甜，一念婆娑时间里推磨，追随到何处才结果，便如针线在晴空风边，替妇女共将眼泪垂点，誓言斑驳，轻舞只是经过，风雨中且让我引步。纯纯的爱，好听。寂寞晚霞，思念如烟，它飞舞舌尖，若是真爱配尝几分苦甜，一念婆娑时间里推磨，追随到何处
结果，眼如针线在晴空疯癫，几幅女空将眼泪垂点，谁也半花轻舞真实经过，风雨中牵着我，思念如烟它飞舞舌尖，若是真爱非常几分苦甜，一念婆娑时间里推磨，追随到何处才结果，眼如针线在晴空疯癫，几幅女空将眼泪追真诚的干干净净的简简单单的唱完一首歌，真好听啊。就今天这是一首合唱，两位最打动我的点是你们的和声，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你们两个的演唱。首先问一下苏明浩老师，你觉得揭开名字以后对你是压力还是动力？我觉得是一种动力。我想说就是今天我来到现场之后，我看到大家都就是坐在地上，然后这种感觉很像我在街头唱歌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是大家都手里都有荧光棒，然后都我们都特别近，谢谢大家，然后就会让我就是莫名的很就是放松，比第一次的时候放松了很多。街头唱歌的时候会有荧光棒吗？对，会有，就如果没有荧光棒就会有手机的那个手电筒，如果手机没电我这还有充电宝。街头这么多人你还带着，哦，你是卖充电宝的，本来就是一个然后顺便唱歌，是这么个地儿啊。给两位歌手给我们一点时间。行吗？其实挺好。其实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电视观众朋友们会很喜欢这首歌。有可能。对，我也觉得有可能。我会更喜欢女生。哦，那我选男生。就是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好听是好听的，唱的也是好的。我还有一个考虑不一定对，就是说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或者我们充当的角色，把那些好的但是缺资源的歌手往前推。嗯，但如果他没那么好，你是不是要推这件事儿？也是对的。对对对对，这个衡量是对的啊。哇，你爆了这么多豆本豆植物酸奶啊。最近身边的朋友都在推荐我喝，我试了一下直接被种草了。植物的酸奶很符合我对喝酸奶要零负担的需求，口感果然很独特，清爽不腻。宝藏歌手推荐的宝藏酸奶，我被种草了。谁是宝藏歌手合作伙伴？豆本豆植物酸奶，宝藏酸奶豆本豆，好喝也要零负担。谁是宝藏歌手肌肤修护官富尔佳？宝藏富尔佳，重启肌肤再出发。海天好友，谁是宝藏歌手？待会儿见，海天好友，谁是宝藏歌手？现在继续，这里是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海天好友独家冠名的《谁是宝藏歌手》，谁是宝藏歌手音乐鉴赏官，下载网易云音乐畅听独家宝藏歌曲，上小芒 APP 有机会领取价值188元新人券，宝藏好物等你来挖。我还有一个考虑不一定对，就是说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或者我们充当的角色，把那些好的但是缺资源的歌手往前推。嗯，但如果他没那么好，你是不是要推这件事儿？那得了 OK， 那就没得了啊。行，我这种考虑也是对的。对，这个衡量是对的。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我们做出了很艰难的决定。刚才大家也看到我们六个人商议了很久，其实这个决定非常非常艰难。
在今天的表演，很遗憾你们都没能接名，期待下次接名舞台能够让大家知道你们的名字，感谢你们今天的演唱，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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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棒棒棒的，棒的，好听，好的，让我们来看一看下一组演唱歌手。垂直和这个顿号。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垂直号歌手，我是顿号歌手，大家好，老师好。你们两个是怎么碰见彼此的？我们两个是本来私底下就是好朋友，他太潮了，我哪里潮？如果我不选他，没有人选他。那你是个冰块呀，没有人也选你。你看看你现在够潮的了，没有一句掉地下的，太好了啊！行。其实我们要不打断他们，可能很像说相声一样。对，哎，没，我们本来是好朋友，所以我如果不选他的话，他估计会拉黑我。哦，还没有拉黑啊？啊，还没。友情也就一般。行，你们这个组合就是一看就是好朋友，只有好朋友才会这么放肆。但两个人在会不会给对方鼓鼓气之类的？会，我们俩站在台上的时候，我有时候紧张我会看他，他紧张会看我。他紧张的时候看我疯癫。好，那请开始你们的演唱。今天我们一起演唱的是一首李宇春的歌曲，这次的诠释在复古 disco 的曲风上又加入了 EDM 的元素，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诠释出属于我们俩的版本。下雨整夜的暴雨让我只想紧紧抱着你，好 baby，谈谈我们的过去，看看漫步半生的轨迹 baby， 亲爱的，如果时光倒退一回，你最想和谁喝两杯不醉不归，
起，夜空有好多闪烁星星，爱是纯白的原因，我是我，你也只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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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真的垂直号歌手简直太大惊喜了，因为他唱这歌最开始松松垮垮，前面哇好酷啊，而且声音好搭，他们俩真的是有默契才能做到的。他平时唱慢歌唱得多吧，他老拖拍，然后唱这个歌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老感觉，那种特别 lay back， 特别 lay back，你知道吧？就然后反而就变得更酷，然后就特别靠谱，特别好。而且这首歌谁编的？是我们乐队老师编的，对不对？是的，哎呦，严重的要感谢我们乐队老师，特别厉害的乐队老师，辛苦辛苦，最热烈的掌声吧！辛苦辛苦，好棒，真的真的，太好了。哎，我印象中你们不是第一次合唱，是不是？啊，对，我们不是，对对对，但是我们之前合作的也都是慢歌。对对对对对，我的第一次写歌就是一起合作写歌的，就是跟他。我的第一次写歌也是给了他。对。而且这个是今天看的所有的演出里，就是歌手状态最松弛的。是。这个松弛带来巨大的愉悦感，所以比那个。努着去炫技或者是拔那种都要舒服太多了，你在非常非常好。没有特没有任何没有特质，真的非常好。对对对，而且之前我们听有好几组歌手单独唱都唱得非常好，但他们在一起可能就是一加一就是小于二，但你们在一起就是一加一大于黄景十一。这个数太大了，谢谢谢谢。想说一个成功的合作，要么是成就彼此，要么是激发彼此，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两点都做到了，然后成就了一个真的很棒很棒的一个新的。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老师。那如果你们两个只有一位可以揭开自己的姓名，你们觉得？肯定是推荐他。我推荐他。对，因为我们以前总是打视频会跟对方说没关系的，我们就再等一等，会好的，一定会好的，你好了我就好了，就是我们俩经常一起都这样。我之前有一个电影，就是不管谁接或者是谁先火肯定会带对方一把，所以我不担心的，谁接都一样，只是我挺想他最先一点，因为他熬了其实挺多年的，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记不住他又没有什么缺点，而且他又挺温柔的，如果有认识他的一定要关注他，他的作品特别特别好，他是一个超能写超能唱又长得特别好看的一个女孩子，我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样一个歌手，甚至哎，有一些男粉可以多喜欢他一点，真的控制一下你自己。哇，这是一种爱吗？好可爱，他们两个怎么办，完了，太喜欢这俩人了，这下麻烦了，非常麻烦。好，那我觉得请两位歌手多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来讨论一下。真的是，谢谢你们这么优秀干嘛？完了，刚说不能那个再选那么多人，这突然就来这么一个。他们两个都可以带着自己的名字去帮助其他无名歌手。本来理论上是除了那两位实力派唱将，但这个真的好好。对，特别难受。如果我们觉得他们俩比那个实力派唱将的组合还好，也可以那边放弃。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对啊。对啊，老把我们当算命的。但两个人都揭开名字，就意味着他们要分开，不能再合作了。我觉得是这样，咱们就给一个，给这个谁都是另外一个人，对吧？他们俩就都说这话了。对，这个是很好。可是给谁呢？那我们对好的，行，那就这么着了，得嘞。我们非常非常的挣扎，今天我们会选择揭开一位的姓名。那么，请垂直号歌手说出你的姓名。没关系的，你要。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邓建超。哎，没有，干嘛呢？干嘛？其实没哭呢。哎，还没开始。哎呀，这个字我觉得挺尴尬的，就跟第一次见同学们一样，那种转校生一样的感觉。你说从小到大嘛，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记住那个人，就是坐在垃圾桶旁边那个人的名字。我就是那个长得挺一般，身高也一般，成绩也一般，什么都挺一般的男孩子。你站在那个角落，别人记不住的。我只有拿起麦克风，然后在元旦文艺晚会的时候啊，唱首歌，然后大家说，哎，这个是谁啊？这个哪班的？就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还有点用，至少还听得见。所以说唱歌跟弹琴是最好的背景型，了不起。对，是。你看顿号根本不走，他就想对，这我也想说，就有被感动到，友情。对，他们俩关系真的特别好，两个人能视频说一切会好的，这是什么关系？是是，哇、哦，真的好感人，一切会好的，哇、哦。你这样好像在跟我告别。什么、啊、没有啊，你替你哥们儿说两句啊。邓建超啊，不对，可以说名字了。可以了。邓建超。邓建超大家可以好好的记住一下这个名字。我认识的所有的男孩子里面，他是最温柔最细腻最能替别人着想的男孩子。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听一听和好好的品味一下他写的歌词和旋律，都是他真的掏心窝子写的。我希望他从这个舞台到以后都不再是一般的男孩子，是非常不一般的非常不一般的男孩子。好嘞，谢谢。然后今天动号歌手，我们没有能揭开你的名字，其实我们真的好纠结啊，但是因为我们真的太期待你们再一次合作了，所以就先留一个小小的遗憾，希望下一次能够带给我们200%的惊喜。不遗憾，我们很感谢你，我们可以再合作一次。对，一定要再合作一次。对，很感谢老师们的。对，注意编曲啊，得了啊。好的。请求所有观众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邓建超和邓浩歌手。他的名字叫什么？邓。谢谢你们。谢谢乐队老师，辛苦了。谢谢这事得感谢啊。让我们一起下去，还是？走吧。太可爱了。对，成年人的友情最高境界就是这样了。哇，好吧，如果一个人你能跟他视频说一切会好的，这得是什么关系？心理医生吧。对，就是啊，心理医生都不愿意跟他说。但这一组真的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非常完美，非常完美。流行乐坛有很多两个人都不是特别红，然后凑到一起以后特别红的这种案例有一大堆。郭德纲、于谦儿，这也算对。然后我说有点担心太老古董了，像我们那个年代。你不说你也老古董，所以说你就说，你就说说。哎，你说这个倒是挺对不对？让你说是谁？就我们，你看吧，老到已经记不起来了。不是，我突然想到一个比本来想说的老的更老的，我吓坏了。姓什么？就是老吓人了哈。对，特别老的。是谁？再敲打我说啊。不行，我决定不说了。哎呀，不行。但是真的非常多。显岁数。比如说那个谁，你知道对吧？谁呀？再往前不是。再往前，雍正。都是民国后的事儿，我说的。所以是有多老？我基于各种考虑不说是谁，但真的非常多，你们相信你们自己就知道。对，好，让我们来看看下一组演唱歌手。初号来了，哦，罗老师，我开心了。逗号，罗老师，意外吗？确实比较意外，我没法想象他们俩组合到一起会怎么样。一个是两个都是男歌手，对，另外他们俩声音都很高，所以我不知道是会形成很好看的你追我赶的样子，还是两个人比噪音，谁把谁压下去，我不知道。而且年龄是也是有差距的，就这两代人吧。对，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好嘞，那我们就有请歌手出场吧。
位好，我是楚浩歌手。大家好，各位推选人老师们，大家好，我是逗号歌手。你们是自己选的吗？哦，我选了他，他也选了我。哦，冥冥之中，确实挺有缘。哎，逗号，您能跟楚浩一块儿演出，什么感觉？会不会很有压力？他唱那么好。其实一开始压力非常的大啊、嗯，然后也是其中一个为什么想要选择楚浩老师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私下在聊天的时候，楚浩老师喜欢聊，喜欢说，然后我恰好也是喜欢，很喜欢听，挺有意思的。这个舞台也并不花巧，反而其实挺简单的构成，舞台的舞美灯光。是。这种感觉，一个是收音机，一个是录音机。对。那请歌手开始演唱。哦。怀疑你曾来过，好惊喜啊，好好听啊。哇，怎么会这么好？现在的自己和过往的自己那种倾诉，就这种感觉，还挺会解读的。周老师，哎呦喂，哎呀，不愧您的偶像，是是是，跟后起之秀啊，我推荐的，对，骄傲。哎，那个我特想问你们俩，这个深情款款，这个交叉，这是谁编的？这是我爱人编的。你爱人？为什么你爱人在台下艺术指导？对，然后我爱人说，就是我们两个人情感需要有一个背靠背心贴心的一个过程。觉得不够浓烈是吗？而且我比较爱眨眼，然后那个我太太还专门说，就不能眨眼，必须要看着逗号的眉目之间一直坚定地看着他。哦，我觉得特别神奇，楚浩老师这样的前辈和逗号歌手的这样的新人，你们在这一首歌里面就这么完美的相遇了。对，他们俩最开始主歌唱歌完全唱出那种对话，一个是青年青葱刚唱两句，那边开始一个过来人跟你说，这爱情这事儿啊，我也受过伤，你感觉就能听进去。我老觉得我们就是彼此相望的时间相隔的一个旅人。哦。然后是时间相错的两个时空当中的自己，所以走过并肩的那一段，然后擦身而过，我觉得这个设计，就今天尤其是被看到，特别开心。谢谢谢谢。那我们开始进入私下商量阶段，请两位歌手稍等。好紧张，好，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我觉得给你是完全没问题的。没有没有，觉得给你。那不用，对，没关系没关系，咱一起加油。好，我还是希望再往下咱还能够有更多的舞台，能在一起演更炸的。卢老师，这是你偶像吗？你先说。对不起。啊，接接，他说接，那大家都说说。我也觉得他今天声音很适合这个歌，他可以带着自己的姓名帮助其他无名歌手，而且我觉得逗号有些提升。所以这两位歌手都特别优秀，但这位歌手呢更值得揭开名字。好就是好，就不用聊。对对啊，加油加油，不提。哎，他们俩太好了，击掌了无数次。就我觉得这是合作。能够达到的最大的，你感觉得到他们两个是很合的。是的是的是的，对。好，感谢耐心等待，我们已经非常愉快的讨论完了，但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问题，楚浩老师，如果你来决定只能接一个人，会接谁的名字？我愿意把这个接名的这个资格给我更年轻的我。更年轻的我，20年以前的我，我希望他能够改变时间当中的一些部分，
让未来的我变得更优秀。哎呦喂，听着这么感人呢、我们即将揭开一位歌手的名字。刚才说是一位吗？一位啊，就是您啊。我们刚才是所有人都支持揭开你的名字，恭喜。希望观众把最热烈的掌声也送给逗号歌手。楚浩老师他送给我的一句话就是说，人生只有逗号没有句号。然后我觉得不论是我揭开的名字还是留着这个逗号的这个符号，我都会像逗号一样继续去努力，还有很多空间继续努力。好，这个态度非常好啊。但是可能还是因为年轻嘛，因为到我这个岁数你就发现句号也不远了，对。所以你迟早也有这一天，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哈。你们下一次再一起唱歌吧。好的，希望逗号歌手再接再厉。楚浩老师，你会不会觉得更愿意用我自己的名字而不是这个符号被大家知道？其实我的名字对于我来讲当然是我最希望重新拥有的东西，因为它是我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但说句实话，在这20多年的时间当中，我经常被别人张冠李戴，提到我的名字，大家认为是另外一个人。对对对，我也常遇见。这些年吧，每次做完一张唱片，然后跟乐队认真的排练，每一个细节。最后在巡演的过程当中总是会面临着一些场面没有撑满的这些尴尬的局面，所以想到这些，自己总是希望能够拥有一个更大的舞台，能够让自己更好的去宣传一下自己。谢谢大家，总之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好，楚浩歌手请大声说出你的名字。大家好，我是不好意思，大家好，我是歌手满江。憋死我们了，终于可以叫一声满江老师了。谢谢我爸给我起的名字，回来了。一提满江，大家会想到满江红，因为他一定会更红的，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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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满江红。我会带着我这个名字继续在这个舞台上为大家唱歌，认真的开心的唱歌分享给大家，谢谢。好的，谢谢满江老师您今天的演唱，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满江老师。喊出他的名字，满江。谢谢谢谢您的演唱。满江老师终于可以说满江老师了，棒棒棒棒棒！满江哥，哎呀，太好了，谢谢谢谢。他们说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再有演出的机会，好像是这个意思。给你们推荐一个宝藏之地，这里是为所有宝藏歌手准备的富尔佳肌肤护理中心，你们有空的时候可以来这儿做一个面膜护理之类的，肌肤状态好上台才能自信发光。富尔佳我知道，他们家有一个积雪草修复面膜，哎，懂，口碑特别好。对对对对，就这个，它是专业修复敏感肌的，可以让你的这个皮肤远离红干痒，凉凉的还真的挺舒服的，是吧？这个富尔佳积雪草面膜真的是个宝藏面膜，感谢罗老师的推荐。不客气，宝藏面膜富尔佳我都抬好了，来咱们用起来。谢谢罗老师。来，
我们看看下一组演唱歌手来喽。哇，哇，这个号有意思啊，一个是感觉是哪吒的头箍，一个感觉是一个分两点，这两个特别的有水墨画的感觉哈，就是那种双引号和分号。我们对这个号已经很熟悉了，对，我们想知道他们是谁。那我们请歌手出场吧。推选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引号歌手。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分号歌手。想问一下二位老师，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组合？是各自选的吗？还是怎样？而且发型都一样了，哇，中国娃娃，大错特错，不要来！为什么会是这种啊？就是我们其实可能填卡的时候没有彼此写到对方。但是最后剩下的时候突然发现其实就很想跟对方合作。那就来吧，请开始你们的演唱。哦，这首歌好好听。今天演唱的这一首告五人的爱人错过，我们在编曲上面加入了一些电子的元素。看完你们的演出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这首歌你们唱出了很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我唯一有一点点觉得奇怪的点就在于好像你们两个都在努力迁就对方，好像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我们刚分到一组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很合拍，性格呀，包括我们想选的歌曲我们都很合拍，但唯一一点就是我们的音域会让我们比较头疼一点。对，哦，其实他们两个声音各有各的特色，一个很高一个很低，其实如果合作的很成功的话应该会反而破掉这种差异。我们商议一下。对，请两位歌手稍等一下。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左边这个歌手，他虽然高音总是能飙上去，但他的高音上去是很刺耳的。这个也是合作的问题，我觉得他们沟通的话这方面没有分配，一个太低一个太高。但是他们每个人各自都蛮优秀的。对，好，就这样了。刚才我们讨论了一会儿，然后我们的一致意见是，很遗憾你们没能接名，期待下次舞台让你们知道你们的名字。谢谢你们的演唱。谢谢。哎，好遗憾啊，这一组两位选手都没有成功接名。真的是，我觉得他们最成功的合作应该是双引号歌手的声音不要那么的尖，然后呢，那个分号歌手呢，如果爆发再强一点，然后这样两个人就非常的完美。对，这样。但是他刚才那首歌里头没有得到他们的期待，没有发挥到各自最棒的地方，在这个歌里面。对，我们来看一看下一组歌手的符号。言文字啊，言文字，句号跟问号，两个都是创作型歌手哦。今天是原创歌曲，期待。那我们就请歌手出场吧，来了。哇，人气好高呀！这个组合有意思了。我这仨是练这个叫什么跆拳道的，真的好像跆拳道。哇哦，分号歌手人气好高呀。
大家好，我们是问号歌手。大家好，我是句号歌手。你们怎么搭在一起的呢？就怎么了？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认识很久的朋友了，所以想借着这个舞台可以有这么一个机会合作到一起，因为以前从来都没有合作过。好嘞，请歌手开始演唱。那个调音老师，麻烦把吉他手这个麦克风的音量可以再大一点。他是要唱了，谢谢，他要唱了，哇！今天要演唱的是一首由我们各自原创作品 mashup 在一起的一首歌，希望可以把我们双方的风格都有一个好的展示。我今天看到过最和谐的一个合作，就是清爽又有力量，你们很成功，很成功。谢谢老师，是是真的。其他组合他们唱好是好，但你可以听出谁更好，谁稍微
欠缺一点，但是在你们这个组合都太好了，所以我分不出来谁更好，就是一个叠一个，一个搭一个，都非常非常好。感谢，真心觉得这值得推荐，这非常值得推荐，就是一种新的希望，该翻篇了，你明白吗？就我感觉你们就是那个片儿，你们就应该出现了，就是这种劲儿啊！对，我觉得就值得，值得让更多人听见。我能说一句吗？那当然。那一轮我是选了问号的，是我之外的所有我们都没有选、啊。对对对，瞎了我们的眼睛，堵上我们的耳朵。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还原真相。你不要因为真相感到那么不安。配不上你，跟你坐一块儿。没事儿、啊，快别这么说、啊。好嘞。完全是因为还原真相。脚沾地了，脚抬起来，地面不配您的脚。哦，没问题。哇，您这么高级的人。没问题，没问题。好嘞，好嘞，就是抬着啊，不能落地。哎，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问号歌手在网易云音乐里面，问号歌手的音乐人指数是841，同在800到900这一档的歌手有陈奕迅、毛不易、薛之谦、周深，他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歌手，这足以证明你们的音乐已经被很多人看到有不错的成绩了。我们也才知道这个事情。就不知道是跟那么厉害的老师们就是在一个那个。对，其实常常看到你们的舞台，我真的是蛮喜欢看你们不停地做挑战的，因为你们确实是可以。然后今天的这个舞台非常搭，一切都非常搭，服装搭配很成功，互相融入一体啊，把你自个儿衬衫都剪坏了是不是？没有，他这应该是一个设计吧？就我不太清楚这衣服方面，对造型方面不太懂。什么？没什么，特别憨厚，那憨厚就是好。我三个人跆拳道的哈。最后我想问一下句号歌手，你觉得句号这个符号对你来说代表了什么？其实当时选那个符号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个形状，我以为它是一个圆圈，就是希望自己可以不要有那么有棱角，可以像个圆圈一样万事都顾得周全一点。然后拿出来，然后他们说这是一个句号，我说完了，这是一个好像有点不太吉利啊，就好像就是你要在这个音乐事业中，在这个节目就此给你画下一个非常不好的句号。后来仔细一想，我说句号那就是句好嘛，就可以。太喜欢你了，自个儿逗自个儿玩，这种人最好。对啊，就你因为要不然是不是？不然怎么办呢？就心态会不太好嘛。喜欢你，你还写成 O。对不对啊 ？OK 的哦，对不对、啊？你得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然后就变成句号歌手了。喜欢你，我又开始喜欢这个符号了。对，他结束的时候那个哼哼一笑，他反映了他性格里耿直、憨厚和招人喜欢的那一面。憨厚真的，他就说你天生说话招别人喜欢，明白吗？不是，尤其那个笑的时候，每次说完自己先补。罗老师对好多男性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细节关注，对吧？对对，哎，好，我来了。那请两组歌手稍等一下。这个是新一代代表的一些东西，你明白吧？这属于值得鼓励的这种。我也觉得这个节目需要一些多样性，我觉得问号在后边会比较好。问号肯定是没问题了，所有人集体通过。是，现在就是这个句号。但是两个人都揭开名字，就意味着他们要分开，不能够再合作了。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值得带着自个儿的名字继续唱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哦，来，啊，那我就直接说了。对，我们刚才大家也看到，我们纠结了很久，因为我们在想到底是哪一位歌手能够成功揭名。我们想请句号和问号歌手说出你们的名字。大家好，我们是方，不是吧？再一次，大家好，我们是房东的猫，我是小黑，我是佩蕾。我们成立7年了，然后我们是一个唱作二人组。今天能揭名，觉得很棒。这个名字其实是我们
七八年前很随意取的一个名字，没想到之后会有这么多人知道这个名字，所以现在它又有了很不一样的意义。就很开心可以告诉大家我的名字。其实这个名非常靠谱啊。来，旁边这一位该到你了，要开始接喽。大家好，我是等会儿请句号歌手大声说出你的名字。大家好，我是句号歌手，我的名字叫于佳韵。哇，你瞧你的名字是这么好运，于佳韵嘛，好运连连。这个也是我妈在20多年前随意帮我取的一个名字。真的，这个绝对不是于佳韵，于家的孩子上家的运气。哇，这个深思熟虑，好喜欢。佳韵来的那个佳韵来呀，佳韵，那怎么着？您被接了之后好开心吗？哦，那肯定兴奋啊，就是我肯定非常的开心啊，就是我很希望自己的名字可以出现在这个节目里的，因为我觉得虽然说就是这个舞台音乐是最重要最本身的一个元素，但是谁都希望可以在舞台上面大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嘛，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非常成功，可以和房东的猫一起在这个舞台被揭开，我觉得是双喜临门的一件事。对，谢谢。双喜临门呢、啊、我觉得揭开名字对新人歌手可能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所以看着你高兴，尤其是你还发出那个神经质的笑声，嘿嘿，所以我们也都很开心。对，主要是你啊、哦、主要是大老师，因为大老师刚才一再强调，就是我们中间有过争执，大老师是坚决主张让两位歌手，就两派歌手都今天揭开名字的，对，所以一定要感谢大老师。不用、哎、不用感谢我，你要明白，就是一切都是因为你们自己足够好，我无法抗拒我自己，我才这么说这些话的。对，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抗拒我自己的人，然后你们能让我不去抗拒我自己，说明你们真的好，加油加油加油。嗯，恭喜你啊！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恭喜！谢谢，太棒了！于老师，恭喜恭喜恭喜！双进也是。作品组开始爆发了，作品组爆发，作品组终于啊，真不容易，开心死了，真不容易，太开心了。对啊，你就能掂量出作品现在在音乐界的这个分量啊，现在真的不容易，不容易的。让我们来看看下一组演唱歌手。哦，是程浩跟不等号。那程浩是我推荐的，对不对？对。然后不等号是我喜欢的，是你心里推荐。珠联璧合，这个组合好哎。对对。那我们就有请歌手出场吧。推荐人们大家好，我是不等号歌手。各位推荐人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程浩歌手。帅气，我们都蛮喜欢的你们的，没想到你们能够在一起。没想到你们能够在一起合作。合作在一起合作。我郑坤仁你好啊，你好啊。对，只是我的停顿不太恰当。那就不等了，开始来了。对，开始听歌了。对，请歌手开始演唱。
想到酸甜苦辣，就在八零八，我们别偷懒，一起唱唱老歌，老歌让心的伤，让心的伤，浪漫的夜，浪漫的夜，特别渴望，特别渴望有你陪在我身旁，我心思。我觉得今天这两个人唱歌真的是感觉就特别对，非常的完美这个搭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尊重和爱的舞台。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一上来就是那种相敬如宾的那种感觉。哎，我有一个不知当讲不当讲，那你就别讲，你都不当讲，非要讲憋死你，然后你讲您讲，您说。确定吗？确定，当然了，反正我们敢听。因为刚才我听的时候觉得唱的是确实很和谐，就像二位老师说的那样，但是他们俩的动作还有那个眼神交换那个还是有点拘谨。那不然还要干嘛？一个是离得有点远，就是表演要让你误以为他们真的就是情侣，这个是比较我所理解的这种男女对唱。对，光有音乐没有八卦是没有意思的，是这个意思。下面要问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如果两个人只能有一个人接盘，你们希望是谁？如果说只有一个人能接名的话，我希望是不等号歌手。但是我也非常就是希望程老师能够接名，因为其实程老师在这首歌里，因为我乐理不太好，然后他和声都是他去编写的，然后我嗓子哑掉了以后，程老师把他的这个喷雾最后一点也给我喷了，然后哇，你们两个人共哎呀，你真是共用一个喷雾，那个小管在每个人噗噗噗，爱的噗噗噗。喷的我都不好意思。啊，噗噗噗，你来一口啊，我来一口啊，最后一口留给你好不好？噗噗噗。
哎，这么着吧，就是说不等号歌手啊，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把你接了，然后那你能不能同时也揭开你们俩感情的这个面纱呢？哎呦，你在干嘛？没有这一段，没有这一段。如果各位推荐人把他也接的话，我可以揭开一下面纱。感情的面纱吗？王源怎么办？现在他们俩已经就是互相推举成这样了。请两位稍等一下，我们讨论一下对于这个面纱这个事情啊，好吗？我们稍微讨论一下。如果接一个的话，我会接。因为我想知道他是谁。那一致哎，因为他今天的表现非常好，像这回这个非常非常快。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哎，好。刚才我们六位商量了，觉得大家都挺好的。我们想请不等号歌手说出你的名字。哦，你看看，一个人击掌，一个人拥抱。请不等号歌手大声说出你的名字。大家好，我叫陈静飞。陈静飞，哇。其实来到这里我非常的幸运，然后能跟很多我从小就喜欢的前辈在一起，我觉得非常的惶恐，所以拿到那个入场券的时候，我觉得是天上掉了一个很大的馅饼。非常谢谢各位推荐人们，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吸引了大家，其实我经验也不多，然后还有很多现场不太完美的地方，但是我感觉是被大家一直呵护着。这个揭名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动力，我希望下一次再有馅饼掉下来的时候，我可以把它稳稳地接住，然后吃掉，变得更强大。谢谢大家。首先你就是那馅饼啊，也不用说这。然后呢，你老是说那个经验不够，因为经验只要年头够，就大家都会有经验。但是独特不是因为年头多就会有的，因为你有你的独特，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个我们非常一致的。你就做你自己，然后我们觉得你就一定是个永远都发光的宝藏。谢谢老师，记住大老师。各位可以一起喊出他的名字，喊出他的名字，陈静飞。谢谢。时间太久了，我脸上都好痒，敏感肌。我建议你用一下这个肤尔佳积雪草面膜，用了以后你就不敏感了。这么神奇啊！用了这个宝藏面膜以后，我们带妆熬夜都不怕了。谁是宝藏歌手合作伙伴？豆本豆植物酸奶，宝藏酸奶豆本豆，好喝也要零负担。谁是宝藏歌手肌肤修护官肤尔佳？宝藏肤尔佳，重启肌肤再出发。海天好友，谁是宝藏歌手？待会儿见，海天好友，谁是宝藏歌手？现在继续，这里是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海天好友独家冠名的《谁是宝藏歌手》。哎，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说如果咱们可以邀请那些歌手来跟咱们一块儿共进这个晚餐的话啊，咱们愿意邀请谁？ And 好 And 想要多跟他聊音乐。下班了还聊啊？然后那个我想找简浩歌手，因为他在就好开心。简浩歌手，简浩，我想找楚浩。我也想找，我也因为我能歇会儿。哎，我也是这个原因，我也想找他。你们两个太坏了。我回北京跟他吃了顿饭，然后确实感受到了你说的那方面的压力。虽然我还是很喜欢他，但是他确实是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你没法维持50:50的对话量或30:70，基本上是15:85这个样子。哇！从推荐人角度啊，就是为这个宝藏歌手啊提一些建议的话啊，咱们会给谁提什么样的建议？那个 and 符号那个 and 老师，对对对。
江南的烟火，那个其实效果挺好的，挺好。对，他就感觉在吸所有的这个元气，然后再接着梆又开始再来起来。我觉得他的台风其实我蛮喜欢的，好像但是放到别人身上就会感觉有点僵硬、笨拙，有点僵硬。但是他在就很顺呢、啊。就是这个人就干这件事就对了，他不用说让大家一定要乐，一定要怎么样，对，就是那种啊。我来做音乐就得自我一点。对。好嘞。大家继续加油，我们干个杯，结束了哈！干杯！耶！耶！什么？从来没见过他们两个同时唱过歌。无敌就无敌在这是你们两个完全一起做的东西。冷静，怎么做音乐？我觉得自己挖到的一个最大的宝藏就是我们的 End。我觉得可以接了。都接吗？我还挺愿意看他们俩在一块儿。他们俩合作很不错、啊。咱们要是接了两个，又意味着后边会少两个呢。最后很艰难地得出这个决定。都接，都接，太棒了！上微博搜索谁是宝藏歌手，进入话题页观看节目视频合集，为你喜欢的宝藏歌手加油助力。